产量高吧，这每一颗秧至少都结了七八个果子，就这产量只能便宜卖。哥哥姐姐，这款水果你们一定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吧，果子锡子呢是要给它做到物理防虫防害的，这样大人小孩吃的呀都更加的有营养又健康。你要是喜欢就在我这里带一单，一定不会让你买贵的。